看得懂吗？
右手拍照，没有，有买新的，我没有。是不是？把你右手拿出来比比看。拿你右手出来比比看，市场是哪里？市场往哪里？市场方向向前。市场向下，电流，大拇指的方向。哦。掌心受力方向。哦。是不是？指有没有比错？指有没有比错？那你们刚怎么比的？刚刚。我刚看有人拿出手出来比，怎么比的？啊。有问题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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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问题啊。跟那个往外的东西，这样子，就是往外的，就是往内还是往外？哦，没有，好，反正它这个收益方向是往这边收益啊。所以是，它会往那边比较顺一点，它会享受，它会受个力往那边，这样比较稳定啊。它有个逆场，会让它往那边移动。OK， 好。那我如果把这边换成电流，我现在没有导线了，我用一个阴极射线，阴极射线打出来的电子，那打一个电子出来，打一堆电子出来，一条电子打出来，这条电子打出来之后呢，就在电子往里面还是往外面移动？一条电子，一条电子这样打出来，我这边正电，它会吸引嘛，这电子会打出来，这电子箱打出来，打出来经过这个磁场，那这电子会向外移动还是向内移动？不认为，不认为内移动，不认为。向内还是向外？来，不认为快一点，举手票。不认为。赞成向外的请举手。没有人，还好。向内的请举手。两个人，两个人。不移动的请举手。不移动的请举手。不想举手的请举手。不举三个。举手。那从来没有举手请举手。有。那你在干嘛？不举。有。我在干嘛？我记得课本有，我在那找。啊。我记得课本有，我在那找。不用找，这是三，这是回家昨天要做的事情。好。Okay。 我还没有找到吗？我不知道。啊。它是电流啊，我们讲这根导线，它这根导线装载电流的载体。对，它是装载电流导体的载体。那我们现在电流往这边流的时候，电流代表是正电还是代表负电？正电。电流代表正电往负的方向走。我现在走的是什么？是电子哦。那电子的方向刚好跟电流的方向相反。相反。所以电那电子流过去的意思，表示电流是流过来的意思，相当于是向外。啊，所以是向外哈，所以它是向外走。啊，很可惜。Nobody。这电子呢，流过去的时候呢，因为经过一个磁场，所以这电子会向外移动，会向外移动，它受个力向外移动，所以这电子会横着打出来。我如果这边放个荧幕，会发生一个事情哦。这电子就这样偏过来了，就打到这边，这边就出现一个亮点。哦。就出现一个亮点。啊。电子就这样做。啊，对，电子就这样做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我控制这两边的电场大小。电场很大，电场很小，会改变什么？会改变它的角度。角度没有错，角度。好。那另外一个啊。没有，不要。那个留一个。然后呢，还可以控制什么？这磁场可以改变，这磁场可以改变，可以的。改变怎么改变？把它，或是把它相反过来。啊，那会不会有麻烦？我如果拿两块磁铁，我天天在那边换磁铁就好了。靠电流。你像电视机在看电视机，哎，赶快换磁铁，它的那个影像才出现。对啊，所以你可以把它这样横一点点。横一点点，所以磁场会变歪的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我横一点，磁场变歪了，那怎么控制它的方向？方向，控它左右移动的方向，控它上下移动的方向，什么控制方向？滑轮。不是啊，简单来讲，我可不可以不要用磁铁？我有办法不用磁铁产生一个磁场？什么方法？我们都学过啦，我们前两天学什么？电不用用什么？电磁铁，用电磁铁嘛，是不是？通电。这边弄个线圈可不可以？可。
我再弄个线圈，这边弄个线圈。线圈的好处是什么？它可以方便锻炼，方便锻炼。方便锻炼之外还有什么？通正及通负值。对，我可以让磁场变上，由上而下。我可以让磁场变由下而上哦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不可以？为什么让磁场变成由下而上？板块打。好，什么叫板块打？我如果想磁场变成这样子，想要上面这个螺旋旋圈的电流怎么流？往上流。螺旋旋圈只有这样流跟这样流，没有什么要往上流。这怎么流？是这个方向流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个刚刚冠宇有努力一点点，冠宇加一点，子龙再加一点。学员加油哈！好，那下面的线圈呢？反过来。反过来吗？高一点，再过一点，高一点。反过来吗？想清楚。我现在红色的是往上哎，下面所以两个是颠倒。也是要这样子啊，也是要一样向这个方向啊。我两个电流这样流的时候，我磁场就会被顺着向上。我两个磁场电流都是这样流的时候，我磁场就向下。有听懂吗？有，听懂。听懂，我就可以改变这磁场的正负方向。我磁场方向一改，我本来是向左边打，我改成向右边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向右边打很多，我磁场强一点；我向右边打很少，就打回来一点。所以这条线就这样，就像断枪打一样扫过一遍，就像扫射一样扫过一遍。所以说磁场从本来是逆方向的磁场，从大到小，然后转过来。再从小到大，这个电流就会这样子，这个电子就会这样子转，就这样子横着扫过一遍了。那上下怎么办？电视机这么大一台，我总不能只扫中间吧？让你看到什么？加一个就好了。加什么？怎么加？一整组。加在哪里？加一组放在上面就好了。放哪个上面？放在那整个上面。好，等一下你讲清楚，放哪个上面？放哪里？你再加一组放哪里？放在旁边。哪个旁边？这边吗？放这边吗？等一下。那你没有很多个发射器就好了。没有很多电子发射器，没有那么多发射器，那么多发射器就比较贵啊。放在哪里？想清楚，快点，等你啊，加一点。两边都可以，对不对？首先两边的我听不懂，想清楚。那个现在是你们所做的。对，我们放上下对，通常都不用。那我先想放上下，把横的放在这儿放。横的是这样放吗？对啊。然后从上面向下。对，我这样放刚好挡住了，刚好挡住。那你可以从上面向下的。我这个枪就在这里，怎么又把它移到上面去？所以你电视机你会随时把枪移到上面去，移到下面来。啊，有枪只能有一个。枪只有一个啊。哦，枪只有一个。废话，电视机的枪上这个。你知道吗？印象管哈，这是印象管的概念了。电视机是这样的，后面就是一个电子枪，所以大部分的电视机都是这样设计的。它设计成这样，所以你看到以前的旧的电视机就长这个样子。后面是一个印象管，它就是一个电子枪打出来的，它把电子枪打到荧幕上面去，这样一行一行的扫射下去，然后扫一遍，很快，一秒钟要扫30次。30次而已，从头扫到尾要扫30次。因为它是光速的。啊，对，30张照片，来放哪里？谁知道？这是怎么放的？来，子龙你说。这个是怎么放的？什么怎么放？这个电子枪过来的时候，我用上下的电子枪过来之后，上下两个磁场。通它左右移动，所以我想到电子枪的电子移过去的时候，也可以上下移动，可以这样扫射。放在这边，放在这边，对，一个就好了。可是放这边不是打到荧幕了吗？我电枪打过来就打到你的电视上。对，荧幕要够长啊。OK， 非常好，没有错哈，龙天不错。龙天讲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现在是上下。啊。上下。它这边的方。就放前后嘛。就放这个系统的前后啊。哦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想看，假设我现在的磁场是往外的，
我磁场是往外的，我电流是因为电子流过去嘛，所以电流这个方向我是变向上的力，我磁场如果转过来是变向下的力，所以就可以控制这个电子向上或向下的，所以现在左右两边跟上下两边的磁场，所以我这电子流过去的时候，我就是控制它往上打，往这边打，往这边打，往这边打，就可以随便它控制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是从上下的磁场跟前后的磁场来控制它上下移动或左右移动。OK， 就电视机就做出来了，应该两组，两组啊，两组就简单了、啊。我才不用像你说，你就把磁场移过去，移过来，移过去，我把转过来，那怎么控制啊？你有很多东西这样跑来跑去，而且这跑的速度很慢。要控制这些东西跑得很慢，我们要控制很快的东西都是用电子控制的，因为电子移动很快嘛。刚刚谁讲光速很快，电子流动也很快啊、哦，一定要靠电的方式来控制哈、哦。所以这是早期的印象管的概念，你有概念吗？你说早期最最早不是叫什么？现在全部是 LED 灯，它同时可以控制这么多点。哦。啊，有没有同时啊？它是循序渐进这样控制的，没办法同时间控制。很快速啊，很快的，很快速啊。印象管就没有这个。印象馆现在就没有在做了，现在印象馆，而且印象馆很贵，而且到印象馆哈，最麻烦是你这电子要流过去，这中间呢，它尽量要让它变成是真空的，真空的，所以它如果说在，它怕反射，不是怕反射，它真空它空气才解离，解离才有电子束流过去啊，它让它先解离，所以它必须抽真空哦，抽得很低，然后电机的真空，就是一个比较破裂的话就坏掉。对，有万一就容易脱掉，而且它产生的电子束，这边形成高压，要很高的高压。所以电视机有时候比较危险，是比如你在后面，你看那个电磁波很强，电视机的辐射电流，我不知道小时候听过。有人去旁边摸，对，毛毛的，那种毛毛。对，那甚至你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小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这经验，爸爸妈妈说离远一点，退到后面去看，不要那么近，不要盯着电视机前面这样看，为什么？因为辐射线很强。你看这电子箱直接打到萤幕嘛，我们看电视机在那边看，萤幕我们在这边看啊，它实际上是打到萤幕，并不会完全消失它的能量，它的能量通过这个玻璃往后打，所以你人站在这电视前面，你就容易受到这能量就去打到你身上。投影机是那样子的概念，投影机不一样啊，投影机是直接打出光，它不是打出这种电子能量，这是电子箱嘛，这叫电子箱，这是电子箱。啊，这个对，我没有电子枪，我没有电子枪。拆一台来，电子枪，你不容易控制，因为它需要就是比较真空的环境，所以它通常做一个管子。那你后面有荧幕，你可以看到电子点数在哪里，可以这样看。但是对啦，其实我们如果找个印象馆来做这个实验，其实也蛮有趣的，可以控制那个磁场，就比较观察磁场非常灵敏，手动。OK， 但这是电视机的概念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啊、哦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先讲磁跟电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哈、哦，假设有个磁场，我们先看这个磁场，磁场怎么形成的？先不管它，这边有个磁场，我有一个电线，只要这电线通过电。它就受个力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现在假设把一个电线没有通过电流的线，我用力打推进去磁场里面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没有通电啊？没有通电，没有通电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？会有事哦。会有事。那怎么实行啊？那电线会有实行，很难做的，会有实行。啊，不会爆掉。对，也不会爆掉。哇，没有事吧？会产生电流吗？在两个很强的会产生电流，电吧，中间塞一个电压，一定是会。这是一个磁场，来，会放进。这是一个磁场，从上到下的磁场。我这导线从这边把推进去这个磁场里面。哦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好像会有电流电压。它会产生电压，会想要有电流流过去。好，先回过来讲哈，我们刚刚讲了，这是磁场。假设电流是这个方向好了，电流是这个方向，往那边流过去的，啊，所以我一通电灯，这根导线会往外跑，往你那方向跑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同样的，我把往里面推，反过来我想把往里面推，
这是通电的时候的。这时候没有通电。没有通电，我就把从外面这样推进来。宇宙就是很特别，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它会产生抗拒，它不想推进来，所以它产生一个逆方向的电流去把它推进去。这个方向。它想推，所以它产生一个电流，想要让它抵抗那个力，所以它产生什么样的电流？它走这个方向的电流。它产生这个方向的电流，要把它推出去。它实际上这条导线没有产生电流，但它产生一个电压。这边有正电，这边有负电的例子，这边是正电压，这边是零电压，它想把形成一个电流流过去，然后把你，我把它推进来的力把它抵消掉，所以它产生就强迫它形成一个电流。所以当把它做成一个线圈，把它接到你家去的时候呢，我这样子就让这线圈流过去这个电磁场，通过这个磁场，通过这个磁场的时候呢，我就形成一个电流，就流到你家去了。这是什么？就发电机啊。这是发电机的概念啊。对。你看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后面这个四宇同学的贡献啊，来我拿一下。我把发电机。发电机。这磁铁在旋转的时候是带着磁场在旋转，所以是相当于磁场通过这个线圈，通过线圈切过这个线圈，这线圈就会被干扰，它不想通过，它怎么样不想通过？一个反方向的电流，它产生一个反方向电流，电流去产生一个磁场，磁场去抵抗那个磁场过来，你这磁场靠近我了，我要产生一个逆方向的磁场去抵抗你，所以我内部要形成一个电流去抵抗产生磁场，这磁场就跟你过来的磁场去抵抗。想去做这个事情，所以会产生这叫感应电流，这电流被感应出来。你的电流很小。这电流大小取决于你的磁场的大小跟你的线圈大小。一般的发电机、水力发电厂，它的转速很快，它的线圈很多，它可以放很大的电啊，不然它很多就负电使用。那你看核能发电厂怎么发电？没看过。没看过啊，核能发电厂它不过用核能。去把热水加热，变蒸汽。热水加热之后，热水变蒸汽，蒸汽有很大的力量，去推动一个涡轮，涡轮就开始旋转，旋转之后就开始发电。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发电系统，水力发电、火力发电、核能发电、天然气发电、风力发电，都是靠这个原理，都是旋转某个线圈或者磁场。风力发电很快。没有，那是你感觉转的慢，它里面有磁。它可以转这一大圈之后，它小颗的可以转过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它是这样带动的，带动的。所以，所有的你看到的发电机，除了太阳能发电之外，除了什么绿藻发电之外，现在看到大部分是靠旋转方式去发电的。你可以看一下。绿藻发电少。分量。有没有？在这发电的。天气哦。电流就通过就发电了。啊，这只不过就因为你的磁场经过它，那你实际上可以试一下啊。我知道，就是也会亮啊，但是你要转快一点。转得不够快没？电风扇还不如。除了那个化方，其实也用它。也换方向也可以的。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了。那转的速度比较慢。它这里有个，它这个风扇有个方向，让它转速快一点。是啊。啊，转速快一点，要这么快就可以哈。好 ，OK， 所以，这就是发电机的概念啊。那我们如果把它画出来的话，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话。我呢，用一个线圈，啊，带两条线出来。这是我的轴心在旋转。为什么带了导线？你怎么把电导出来？你没有把电导出来，那电怎么出来？你在旋转的时候，我的线圈里面有电压了。我电压总是要把线带出来，用电线带出来，我电流才流出来啊。不然电流怎么流出来？靠空气。啊？它会短路。谁会短路？假设它是
没有办法，它线电流在里面流动，没有错，电流不会出来，它就可能转路，它就可能烧掉就好了。有可能，但是这东西，我刚才去科教馆玩过一个游戏，它这样嘛，它是一个铁棒，然后呢，它把一个铝环，丢进去，丢到这边的瞬间，这铝环砰就打出去了，有玩过？这铝环啊，你碰到笔的时候呢，这铝环就突然飞出去了。没有玩过，没有玩过，没有印象，啊，你们去科教馆过吗？有啊，这应该是科教馆一定都会玩到的游戏啊。有吗？有，那是在里面一个留言。啊，简单来讲，简单来讲哈，它就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回圈，它没有接线出来。就那个铝吗？它没有接线出来。同样的，这边有个大磁场。你向下落下去的时候，就相当于是一个力量往下，对不对？它就产生一个逆方向的磁场。逆方向磁场跟我下面磁场就产生一个很大的排斥力。因为它这个磁场是顺的，是封闭的。那封闭的话，它是一个电流就很大。你说什么？如果去摸那个会被电到？不会啊，因为它是顺的，它没有外面接出来的电流不摸到，你也不会电到。啊，就跟这个导线呐、我拿去接正负极。这样电流过去，我不会电到。为什么不会电到？因为它是通的。对，它是通的。它通的，那我会觉得痛，通常是因为太烫，太烫，我就被烫到，我就被电到嘛。啊，这掉下去的瞬间，这个铝环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。这是被感应出来，感应电流。这电流形成呢，它产生逆方向的磁场，就跟下面的磁场产生，你看，这个磁场并就弹出去了。啊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可是电你用得到吗？这产生的电你用拿得到拿不到？拿不到。啊，怎么拿得到？把它导出来。对。所以要接两条线出来。好。啊，接两条线出来就可以把电导出来啊。接下来呢，我在上面封一个大磁场。啊，简单来讲就是这是线圈的概念啊，线圈的概念。所以我这边有个磁场，我的线圈开始旋转。旋转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啊、我旋转到这边，情况是这个面中间有没有经过磁场？没有，这中间是没有磁场的。我这样转过来之后，这磁场变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磁场变多，它就想要让这磁场变少，所以它产生一个电流去抵抗这个磁场。它就会这电流就平衡了，然后再转了转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它从最多的通过磁场开始减少磁场嘛？对，是通过磁场变少，到这边是最少的嘛，它要变少。变少之后呢，它产生一个逆电流，想要把磁场吸回来，所以它就形成一个一直有一个正方向、逆方向的电流就跑，就在跑。为什么？我好想把它吸回来。你看看，它的它本来就想维持原来状况，好，比如百分之零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磁场开始增加，现在形成的磁场是要抵抗，把磁场取消掉，不要磁场。到这边是磁场最大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样最大都在往下走了，变什么？磁场变少，所以它应该很开心，就是它不会让它变成零，所有的状况都在维持现在状况，所以你下一瞬间是往这边走，然后它想维持这个瞬间，所以它就去产生一个逆方向的磁场，好，所以它产生磁场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在课本上讲个概念啊、就我简单来，我这边画个图。这是个线圈。假设我 N 级的磁场进来了，我 N 级的磁场进来，是不是这个磁场进来这个里面？我现在进来的时候，我会产生什么样的电流方向？你本来的电流是这没有电流啊？我本来没有，这边没有电流，所以我拿电压计去量，我会量到这边是正，还是量到这边是正？我会量到什么？上面这么，你看这个线圈在那边，你不知道，所以明天看这里面的线电流方向是这个方向呢，还是这个方向？你会产生这个方向的电流，还是产生这个方向的电流？电流方向是 N 平方向。再讲一遍。电流方向是 N 级的方向。电流方向为什么是 N 级的方向？我们讲说螺旋线圈只有一个电流方向，就是当时螺旋线圈的电流
这是一个螺旋线圈，对不对？ Breeze， 这是螺旋线圈，记得吧？记得吧？这是一个螺旋线圈，但是螺旋线圈的电流是这样流的，是吧？哪边是 N 极？啊？这样流动的电流，这边呢？电流，螺旋线圈只有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的电流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方向电流的时候 ，N 极在哪里 ？N 极在这边，对不对？这边是 S 极嘛？哦，因为用右手，对不对？这是电流方向的时候，这是 N 极嘛？是不是？不是往这边跑吗？什么往这边跑？不是应该是往这边跑。什么东西往这边跑？对，电流没有电流，这是电流是这样子跑，哦，电流是这样跑，这是一个螺旋线圈嘛，看得出来吗？电流这样跑的时候呢 ，N 极在这边，那个两个 N 极会往这边跑，什么 N 极会往这边跑？往 N 极好，这个要回来再复习一下，那个赵东同学可能忘记了啊，看一下，这是个磁场啊 ，N 极在哪里？找不到，如果找不到，不是吧？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？啊，可是我如果放一块铁进去，这铁在这磁场里面被感应成磁铁，这磁铁有没有 NS？ 有。N 极在哪里？在这个。但是边就是 N 跟 S 哦。所以通常在讲 NS 只对有形的东西在讲 NS， 我们不会对任何一个磁力线说哪边是 N 哪边是 S， 不会这样子。啊，但是你如果看到一个磁场从那边过来，你看磁力线从那边过来，你可以说 N 极在那边吗？可以，可以嘛？哈，懂意思吗？对啊。你看这边有个磁力线从那边打过来，我这个说那边一定有个 N 极哦，因为磁力线从那边过来。然后可以想象说那边有个 N 极，所以假设我眼睛站在这边看，眼睛站在这边看，你会不会有点怪？眼睛怎么站在这边看？假设我眼睛从那边看哈，看到这个磁力线过来，我可以说这边这个方向有个 N 极吗？可以，可以嘛？因为我看到这磁力线从过来，啊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啊，但是事实上有没有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感觉上磁力线过来，然后可以说这个方向已经有个 N 极，啊，但是这是个磁场的话，这有磁场的话，我们不能说这个磁场，我如果已经知道磁力线是这样的话，老实说我没办法决定哪个地方是 N 极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任何一点都可以是 N 极，对吧？对不对？这样清楚吗？所以我看这是一个螺旋旋圈，这是一个螺旋旋圈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有形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当我通了电之后呢，通了电之后，然后通这个方向的电流，这个方向的电流，磁力线怎么走？这个方向的电流，这个方向电流，怎么走？磁力线怎么走？磁力线是从这边出来，从这边进去，是从这边出来，从这边进去，从这边出来，从这边进去，从这边出来，从这边进去，是不是？嗯，是啊。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线圈的 N 极在哪里？在这一边啊，就是这线圈的 N 极在这边，懂吗？懂吗？这边出来的，对，磁力线是这样出来的，对，磁力线这样出来的，啊，磁力线这样出来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因为我们电流是这样流嘛，没问题哈，啊，回来这边，我现在有个线圈在这里，我现在拿个磁力要放进去这个线圈里面，假设这个磁力我知道这个是 N 极，我要抵抗它进来。我想抵抗它进来，会上。所以我这边的线圈的电流要怎么流？不要这样流，不要这样流动。因为这样流动可以让它产生 N 极。这样流动，这样流动，我才可以产生向上 N 极。我向上 N 极才可以抵抗这个磁铁进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对，右手，不要拿左手。啊？有时候他那个铁流出来。但是你还是要右手。想办法，摩兰明左手啊，可是我们现在用这样比啊，这样比的话 ，N 极在这边，它就把它吸进来了，更容易进来。可它现在这样推进来是吧？我这样推 N 极进来，所以我它那样吸到底会把它弹出去？不会啊 ，N 在底的话，一般来讲啊，假设我这磁力放进去，不动了，就放进去不动，会不会有电流？应该不会吧？那就没有了嘛，因为它没有受力啊。对。啊，它就没有受力，这个磁铁在里面不动的话，它就不会受力，它就不会响，它就不会不需要排斥它嘛。没有在听吗，同学？啊，不对，听哦。我这磁铁放在里面，
我如果不动它，磁场没有产生变化，嗯，这条线圈需要产生电流？不需要，不需要哦。我就在靠近它，它感受到 N 极越来越多， N 极越来越多，我这种怎么办？我产生一个抵抗的 N 极去抵抗它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同样道理，假设我现在放进去的，好了，我涂白白的地方叫做 N 极哈，好，我现在放在里面的，我现在准备把它拿出来，电流怎么形成？电流的就方向是什么方向？我把它拿出来，往下传导 ，N 在下面 ，N 在下面，就是电流什么方向？啊，对，电流会变这个方向，电流会变这个方向哦，因为我拿出来 ，N 极拿出来，它会形成一个想把它吸进去的电流电磁场，它形成一个小被吸进去的时候，这边应该形成 S 嘛 ，S 它把它吸进去嘛，是不是？所以 N 极会变在下面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当我这个磁力线，我的磁铁放进去的瞬间，放进去的瞬间，磁场是怎么样？电流是这个方向。拿出来之后，电流会变成这个方向，懂意思吗？嗯。就如果放进去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这个里面的线圈就形成这样的电流，跟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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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流，会发生，会发电。为什么呀？这是交流电呢、啊。它会发电吗？你会发电，这就在发电了、啊。所以你仔细看哦。所以你看，你仔细看这个。这样子灯泡的。仔细看哦，这个灯泡亮是闪烁的，它不是一直亮哦。再看一次，是不是闪烁的？对。为什么闪烁？因为它越有电，越有电。不是，因为这叫做二极体，这叫发光二极体。二极体的意思是。它有两只脚，一只长脚，一只短脚。当我电从正的进来的时候，它发光；当我电从负的进来，它不发光，电不会动。所以它在转的时候，一样的道理，有半圈在发正电，有半圈在发负电。那如果是普通的灯泡呢？它就一直常亮。哦。普通的灯泡它是一直亮的，它不会灭掉。为什么不用灯泡就好？因为灯泡需要电比较大，人家不会亮，这电流太小。哦，啊 ，LED 灯在这种小电流它可以亮，灯泡亮不起来。要灯泡。对。LED 灯就给它闪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它只有一半，就像这个、这个东西，其实这个原理就像是这样的原理，就是一个转换。我这样子通电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是，我这样下去的时候，我产生的电流是这个方向。我出来的时候，我产生的电流是这个方向。所以电流是不断的这样子逆正旋转、逆旋转、正旋转、逆旋转。那如果后面接给 LED 灯出去的话，我正旋转可能发光，我逆旋转会发光，就不发光了。所以我这个放进去拿出来，只有放进去的时候会发光，拿出来就不发光了。它放进去是，它都不用电的啊，放进去，用动力的啊。我们刚才旋转它不是靠动力吗？靠外在的动力。好，那我们要把它反过来，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的概念怎么样？我们在想，这是一个磁场。我当它旋转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像是我这样放进去，概念很像，懂吗？我这样子是没有磁场，我这样经过的时候，是这个地方磁场会进去里面，对不对？我这样经过去的时候，是不是磁场会进去里面？我这样磁场会进去里面，没有进去里面哦，有听懂吗？我这样。转过来的时候是相当于 N 极进去这里面，可以看得出来吗？嗯。所以我 N 极进这里面的时候呢，它想要排斥 N 极进去，它形成什么样的电流？哦，对，它形成这样的电流，排斥这个 N 极，啊，那就形成这样的电流。当我转到这边的时候，我的。再往下转，是不是 N 极开始离开 ？N 极开始离开，因为 N 极变少了嘛。N 极变少会产生什么样的电流？我要让它产生 S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就要形成这样的电流，就变这个方向。所以这对这个线圈来讲的话呢，它就会一下子这样转，一下这样转，一下这样转，一下这样转。OK， 所以这个一样的概念，这个东西实际上跟我们刚刚讲说，我把光圈拿出来，是一样的意思哦。那是转成旋转方向，那转成旋转方向好处是什么？怎样？转成旋转方向好处是什么？
比较好弄。你好弄嘛？你上上下下怎么处理？你的机构在跑不容易上上下下，可是旋转很快，旋转就让它一直旋转就好了。是旋转就没有所谓的这样前后移动的问题嘛？对不对？那如果磁铁超强力的话，上上下下会有什么方便？就是不对，你可以放两颗。什么意思？上下都放一颗，然后会吸下去，然后等到放。然后你可以在下面那个通一个正的时候，它就吸下，然后通负的时候就向上。我没听懂你意思。排斥它，就是说你在下面放一颗，然后它是可以通电的，所以你通的时候它是通嘛。嗯哼。所以它会被向上，然后你反过来通的时候，它是 S， 所以是。它会被向下吸。OK。可是你这边产生的磁场会对这些线圈造成影响。它是不是综合掉了？对。综合掉你线圈的影响，所以基本上在不太能够发电。也许会发一点电，但电力将它变小。可是呢，你这是用外，你只把外力改成电力而已啊。我们就是要靠外力来发电，就你靠电力来发电。请问靠电力来发电，跟靠外力来发电，你要哪一个？那是一个永动机的概念。那不可能永动机啊，所以它一定电力会耗损。所以通常能靠外力来发电，是我们只把外面的能源做转换啊。永动机，永动机就是它可以自动啊，不会。我说是怎么动？我有怎么弄啊？看过，有认真设计啊。这个跟现在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我们可以下个再讨论。看好设计，换个离题了啊。好，所以这样发电机有概念了吗？差不多。有概念吗？嗯。OK。好。所以这是我们靠，所以你现在可以感觉哈，这一条导线通电的时候会产生什么？磁力线。哪边会产生磁力线，对不对？我们把磁力线卷了一圈之后，它就变成。螺旋线圈，它产生什么？变电磁铁。对。那我把这电磁铁拿去就可以做成马达。反过来运用，就拿这线圈跟一个磁场的交互作用，形成一个发电机。这是很类似的东西，只是一个往这边，一个往这边，这地方应该很好。我来看。这打我干嘛？